刘以立化身美人鱼，又瞎又饼。名模刘以立昨天出席保养品发表会，还化身美人鱼下水。拥有潜水执照的他说，这笔出场费超难赚。主要是在那里面，不太能游，所以感觉特别冷，才感冒，最近才感冒。然后又女生那个生理期，我有一点慌张。我要张开眼睛的时候，什么都看不，一个乌蒙蒙。哦，原来是又瞎又病的美人鱼呀、啊！她上个月出席电玩活动时，没做好防护，露出 Q 毛。这次做好万全准备，重点都遮得很好。终于要到活动结束，还在感冒的她，披着薄纱就到户外拍照，拍着拍着嗨到手舞足蹈起来。刘以立还是别跳了吧，快点穿好衣服，赶紧去看医生吧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